腿后的筋，主要是膝盖后面的筋，当出来的时候，膝盖后面的筋啊一绷，腿后的筋绷啊，所以不要用踢的，不要用这样踢，是一绷。来试试看，也不要蹬，你看一绷，也不要踩，绷。腿后的筋会撑开，再用点劲，不对，哎，就脚不要提，就是就跟走路一样，来 ，Hello， 你们看，你们不要用踢的，不要用抬腿的，我就照我的走路，你看哈，我走路是这样走的，在走路的当中，在落脚以前，吧。就是走路，所以你不要故意做一个势要踢，不用，就是吧，这就是腿在出去啊，在落地以前，在伸直以前，后面的筋把它绷一下，啊，看，这样。哎，主要是这边，哎，绷，往上勾，对，你看，又来了，是，有没有？你也是，有没有？不要说我要踢了，我做一个预备动作去踢嘛，不用嘛，我就是走路是这样走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走路这样走，我这个腿出去就是这样，这样不动？好像这个地。快，这个时候才力量出去。对呀，就是到最后，不是，到最后你才绷霸一下，看不懂？啊，就是走路，八卦拳说打人如走路。八卦拳走为先，然后打人如走路，就是在走路当中产生出招式来。不是你要故意去做，听不懂？来，再试试看。我手弹开耶。这个。对。这个。听不懂？用这个劲。哎。听不懂？来摸这个，我练练左哈。好，你摸，有没有懂？摸这边的，摸了，手放着，有没有懂？啊？本身筋没有长好，太细了，没有。你们不会用。这个跟凳哪边？不要管了，你把它练出来了，不要去管那个字了。师傅，你的筋我们就摸，会不会弹开？对，要学会用，学会用它。一踢就痛。那你先踢轻一点，但是你要确定是用的，要确定这个膝关节它没有这样子，它没有这样折，它没有折，它是直的。我知道。它是直的出去。你这边不够，还不够，哎，这边没力，这一脚呢？你看这一脚，我主要是也不够，也不对，也不够。你现在再用这边，啊，你现在再用这边多，哦，你来摸，你摸我的，哦，你看，
这样，用那个，啊，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后膝的那个筋，把它扒。我知道我的有腿感觉不太顺，他一直在那个晃。对，你的筋没有，你来，你踢。你的方向哈、哦，你的方向不是顺着腿走啊走的，你还是有一点往上的啊，往上哦。哎，你这边的筋你在用的时候它是往上的，你要让它，你摸我的脚跟顶下去，可以啊。你看你这个筋的力量的方向是往这边的，往这边有没有？是往这里，不要让它往这里、啊、往这里、所以就是跟我们的腿，对对对，所以你要这边的筋，你要这边把它这样子绷绷开，这样子绷绷开。啊，就是如果想，我们有发现我的那个关节会一直晃，所以你要翘，表示你要脚尖翘、哦、翘起来。脚跟朝前，先让它稳定。啊，表示也是反向。对对对。对对。对，翘，先稳定。老师那个松紧度好大。啊，哎。是不是脚松紧度好大？对。看起来就像走路，可是劲道不够。对对对，就要练成这样子。对。但是每次不一样。你不要往前送。你有一点这个伸，这个把腿往前送啊，不要送，力量不够。请问膝盖是不是也不能打直？可以打直，可是他这个哈，你们来看哈。你踢，你看他这样踢，他的膝盖的力量是朝哪去的？朝后面。朝后去的。哦。你的膝盖力量是朝后去的。你看到了，对。走，走踢。有没有朝这去的？孩子在。哎，收住。你是朝你起来，你的膝盖起来，你是朝这边去的，你是朝这里的。嗯。你是朝这里的。那他是？你不是朝这里的，这里。所以膝盖打直也不是因为外形的关系，重点就是膝盖的力量。他打直是因为你的力量是顺着透过他出去，所以他直。像钉子一样钉下去。对。如果膝盖是朝这里去，膝关节会用力。对。如果是朝后，会关节。对，它会折，所以你膝盖会痛。那你如果力量对了，膝盖关节顺着力量，它会开，你的膝盖反而不会痛。对。反而你原来膝盖会痛的，这样它会好，看不懂。所以力量一定要顺着关节走，有没有懂？懂。力量要顺着骨骼的方向走，你这边会往后面折，表示你这边脚的力量是往上去了。嗯。你是这样子了，所以它会这样子。而且他这样那个力量只会有点跑到脚背去，因为他一个变旋转的那种感觉。他不会，他的那个力量就不会到脚去，就断掉了。啊，在膝晃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。师傅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用脚后跟去踩摩托车发动的那个感觉是吗？是假装那个踩那个有没有？不是。排挡车那个。不是。
你同样一个动作可以用很多种力量做，啊，啊，不要提，就是往前走，就是往前走。不对，崩开，不对，不对，你来这样子开。我是提起来，然后再定住甩出去。不对，还是他一边甩一起到位。都不对。都不对，不要提，我说就像走路一样嘛，你就像走路一样，不用，你就算走路，我这一脚要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落以前扒一下，落以前，那是会擦地吗？不会，不用擦，不用，也不是踢，也不是蹬，崩开。不对，你刚才有没有摸我的腿？啊？没有摸。你摸摸看，你摸这个腿，你站前面一点，要跟着，用这个手，不会了，这样子哈，放轻点，你才能感觉，用掌，对，这个，江伟总。这边呐、啊，啊，有体会吗？比较好，脚再勾一点，哎，脚再勾，用感觉你是脚后跟往前去，哎。啊、哦，控制的有比较好，再来，你这个踢出去的时候哈、啊，上面的肌肉的力还多，你的启动是在上面，哎，我感觉到我这一整边是收起来，对，所以下面跟上面那个。要一样，你要把启动放在下面，下面是伸展的，哎，你上面一紧了，下面也就紧了，因为上面一紧，那个就会像刚刚 Peter 讲的，对，所以我要保持到上下感觉，对，一致这样，对，好，哎，好。